棚式栽培的木耳如果管理得不好，经常会出现菌种选择不合适、菌带密度大、通风难、棚式温度不易控制、畸形耳片数量增加、耳片颜色浅等问题，该怎么解决呢？敬请关注本期农广天地。传播农业科技经营知识，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。你好，观众朋友，很高兴和您相约在农广天地。目前黑木耳生产栽培形式多数是地摆全日照管理，这种生产栽培管理形式受自然条件影响较大，产量不够稳定，产品质量也无法保证。近几年来，黑龙江、吉林以及华北等地区探索了一种黑木耳大棚吊带立体栽培技术，可以有效地避免这些问题。在介绍这项技术之前，我们先来看看怎么建大棚。冷棚应该在黑木耳栽培的前一年建成，选择通风良好、向阳、周围污染源少、不存水、不下沉、地面平整的地块。大棚的结构以拱棚为好，一般要求为南北走向，这样菌带受光较好。大棚一定不能建得过宽，否则不利于通风。棚宽掌握在8到10米之间，棚高2.2到3.2米，棚长30至50米。大棚中间要有支柱，应根据大棚的宽窄决定建几行支柱。原则是要牢固，能承载塑料薄膜、遮阴物和菌带的重量。根据大棚的宽度，棚内框架上设置若干横杆，用于拴绑吊绳，每两个横杆为一组，组内横杆间距25至30厘米，每组横杆之间留出人员管理通道，通道宽度一般在60至70厘米之间。在人员管理通道上方铺喷水管线一条，微喷管每隔120厘米安装一个雾化喷头。待立体吊带大棚框架搭建完毕后，在地面上撒一层生石灰，以杀灭棚中的杂菌。处理完地面后，将大棚密闭，用多菌灵烟雾剂熏蒸消毒。在这样的大棚中，一年可栽培2次黑木耳，一次是在春季把菌带入棚，第二次是在秋季入棚。春季栽培菌带接种期一般在1到2月，经过30至40天的培养期，再经过15至25天后熟。2月下旬至3月上旬扣大棚塑料薄膜增温，3月中下旬菌带进棚开出耳孔催芽，4月上旬开始挂带出耳管理，4月下旬至5月初开始采摘，6月下旬至7月上旬采收结束。秋季栽培菌带接种期在5至6月，7月下旬至8月上旬进棚开出耳孔催芽，10月下旬至11月上旬采收结束。由于春季栽培管理和秋季栽培管理差不多，所以下面我们就以春季栽培为例，向您介绍黑木耳大棚吊带栽培管理措施。黑木耳大棚立体式吊带栽培的工艺流程要经过原料准备、配置培养料、装袋、灭菌、接种、发菌管理、开出耳孔、封口管理、挂袋、催芽期管理、耳片生长期管理、采收加工、转巢管理、菌带落地后管理、原料准备、配置培养料、装袋、灭菌、接种、发菌管理，这几个过程和地栽木耳没有什么区别，
您可以参照地栽木耳生产去操作。在这里我们只说一说菌种的选择。早春利用棚式立体吊带栽培黑木耳，产品销售价格高的原因有两个。一是抢早上市，这是很关键的。早春棚式立体吊带栽培的黑木耳要想抢早上市，就得做到早增温、早开孔、早出耳、早采收。早春利用棚式立体吊带栽培黑木耳，产品销售价格高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，由于经过严格的控温、控湿、控光，所以产品的品质也比地栽木耳好出了不少。因此在选择栽培品种时要充分考虑这两个因素，选择早生快发、出耳齐、品质优、耳片黑、厚、抗逆性强的中早熟品种。三月中下旬就可以将培养好的菌带入棚了。菌带入棚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开出耳孔，这个就是开出耳孔的设备打孔器，在上面布满了很多针锥，在使用前要用75%的酒精对打孔器进行消毒，酒精要喷到位，不留死角，特别是打孔器上的针锥都应该喷到，这样才能保证在打孔过程中菌带中的菌丝不被杂菌侵染。开出耳孔前，除了对打孔器消毒外，还要用75%的酒精棉球擦拭双手，将菌带从打孔器的上方往下按，这样在菌带上就会打出一排排规整的出耳孔了。仔细观察出耳孔呈Y形，生产实践证明这种形状的单片率高，出耳齐，每个菌带上打孔的数量在120到150个。由于打孔后菌带上的出耳孔较多，而且出耳孔处的培养料暴露在空气中，这样菌带中的水分蒸发较快，会影响到菌丝的发育，而且菌带易感染杂菌，所以在打孔后还要对菌带进行封口管理，使菌带中的菌丝封住出耳孔，避免菌带内水分大量流失。将菌带竖直放在大棚内，千万不要堆在一起，避免堆内温度过高影响菌丝生长。再有就是大棚的棚顶要覆盖遮阳网，保持散射光照射，棚温保持在20摄氏度至22摄氏度左右，棚内空气相对湿度控制在80%左右，这些措施都是为了避免菌带内的水分快速蒸发。菌带在这样的环境中摆放3到5天，出耳孔处就会被新长出的菌丝封住，这时就要马上挂带了。如果出耳孔封好后没有及时挂带，带内菌丝就会老化，影响木耳的产量。由于菌带比较重，而且每串要挂8到9袋，所以挂带要选用结实的尼龙绳，将尼龙绳拴系到横杆上，3颗绳为一组，吊绳下端离地20厘米。绑完一组吊绳后，在旁边再绑另一组吊绳。吊绳不能绑得太密，否则会影响通风，不但容易引发病害，而且在通风时，菌带随风摇晃，相互碰撞，使耳牙脱落。当然了，吊绳也不能绑得太稀，这样会降低单位面积的产量。
一般两组吊绳间隔25到30厘米就可以了。吊绳绑好后，把军带放到三颗吊绳之间，在军带的上方放一个塑料垫片，然后在上面再放一个军带。就这样，一个军带，一个垫片，直到吊绳的最上面。在军带之间加装塑料垫片，可以将上下两个军带很好的隔离开，以防通风不良引发病害。在放军带时，一要注意把带口向下放置，二要注意随时调整吊绳和军带的位置，不能让吊绳挡住出耳孔。挂带结束就要进入催芽管理期，催芽管理也叫催耳管理，这个过程就是在出耳孔处长出耳芽的过程。耳芽是否整齐是出好木耳的关键，但是早春黑木耳往往会遇到耳芽稀少的问题，该怎么解决呢？黑木耳出耳有三个条件，第一是要有湿度条件，第二是要有温差刺激，第三是要有光照刺激。下面我们就先来看看催芽期的湿度管理。黑木耳催芽期间如果不保湿，打孔处容易风干，导致出耳困难。挂带后要立即在地面上浇一遍水，以提高棚中的空气相对湿度。这段时间棚内的空气相对湿度必须达到85%，才能实现耳芽出的又齐又快，达到整个军带打孔处都出耳的目的。判断棚中空气相对湿度是否合适，可以看棚顶塑料薄膜上的水珠，棚膜上有水珠但不滴落，说明湿度合适。如果有水珠下滴，说明此时棚中的空气相对湿度过大，要增加通风量。如果塑料膜上没有水珠，则说明棚中的空气相对湿度过小，要减少通风量，并用喷水或浇水的方法来增加棚中的湿度。至于采用哪种方法来增湿，还要看军带中栽培料的湿度。当军带表面皱缩时，说明培养料缺水，这时可以采用喷水的方法增湿。而如果军带表面光滑，说明此时培养料不缺水，应用向地面浇水的方法增湿。说完了催芽期的湿度管理，下面咱们再来看一看黑木耳催芽期间棚内的温度应该怎样管理。吊带后棚内白天的温度应控制在22至24摄氏度之间，如果棚内白天的温度超过25摄氏度，会不利于耳芽的形成。所以当棚内温度超过25摄氏度以上时，要采用打开棚膜的方法来降低棚内的温度。这个时期夜间温度要保持在15摄氏度左右，这样白天和夜间的温差可以加速耳芽的形成。黑木耳催芽期间，除了做好棚中的温度和湿度管理外，还要重视光照管理。在晴天的上午9点左右，要在棚顶上覆盖遮阳网，这样不仅可以控制棚中的光照，而且还能有效控制中午前后棚中的温度。下午4点以后光照变弱时，揭开遮阳网。如果遇到阴雨天，就不用加盖遮阳网了。如果上面我们所说的温度、湿度和光照条件都达到了，挂带后大约15天就可以看到军带打孔处变黑，这个就是生出的耳芽。黑木耳催芽后就进入了耳片生长期管理阶段。这一时期的关键技术是适当控制耳片的生长速度，保证耳片长得黑厚边圆。从出耳孔生长出来的耳片和耳柄，我们称它子实体。
温度与子实体的形成有很大关系。在栽培过程中，可通过光照、通风等措施，将棚内温度控制在15至25摄氏度。在这个范围内，温度越高，出饵就越快，子实体生长速度也快，但产量低，木耳的质地较差。温度越低，子实体生长越缓慢，生长周期长，但产量高，质量好。饵片生长期的湿度管理也是非常关键的。木耳子实体生长发育可分为三个阶段。一是幼饵期，这时的饵芽逐步展片，这时的空气相对湿度应掌握在85%左右，使饵片边沿始终呈湿润状态。木耳子实体生长发育的第二个阶段是子实体生长旺盛期，这时的子实体所需养分较多，呼吸旺盛，喷水量需逐步增加，空气相对湿度控制在90%到95%之间，可采取早晚喷水、中午断水措施，使饵片呈白天干边，夜晚湿润。木耳子实体生长发育的第三个阶段是子实体成熟期，这时的饵根收缩，饵片开始收边起皱，此时应停止喷水，1到2天后采收。黑木耳的子实体生长需要足够的散射光和一定的直射光，增加光照时间和光照强度，能促进饵片蒸腾作用，提高新陈代谢活力，使黑木耳变得肥厚，颜色较深，饵片呈深褐色，品质好。饵片生长期早晨可以比催芽期晚1小时遮盖遮阳网，傍晚可以早1小时打开遮阳网，这样就可以满足饵片生长对光线的要求。子实体生长阶段呼吸作用旺盛，要经常保持棚内空气新鲜，在温度较低时也应该坚持通风，可在中午前后通风几分钟，满足黑木耳在新陈代谢中对氧气的需求，确保子实体正常生长。在气温高、湿度大时，更应注意通风换气，否则不但幼饵长不大，而且还容易造成烂饵。和地摆栽培一样，饵片生长期也是杂菌侵染的高发期，这个是受绿霉菌污染的菌带，它是木耳生产中最常见的一种杂菌，对木耳生产的危害也是最大的。发现绿霉菌污染的菌带，如果不及时处理，用不了几天棚内就会一片绿海，所以在栽培过程中对绿霉菌的发生一定要引起高度重视。绿霉菌广泛存在于自然界的各种有机质上和土壤中，空气中也到处漂浮着它的分生孢子，分生孢子借气流到处传播，拌料、接种、发菌、出饵管理等每个环节都能使其侵入、传播和蔓延。分生孢子在温度25摄氏度至30摄氏度、空气相对湿度90%以上萌发最快。很显然，绿霉菌的发生与高温高湿有直接关系，所以您可以按照前面介绍的方法控制好棚中的温度和湿度。除此之外，每天还要坚持检查菌带，发现被绿霉菌感染的菌带，要立即将菌带从吊绳上摘下，带出棚外，并在专业部门或技术人员指导下进行科学防治。在黑木耳的饵片生长阶段，除了绿霉菌侵染外，还有一种经常发生的病害，这就是瘤饵。瘤饵是指子实体组织破裂、分解变软、水肿糜烂、向外流渗、粘性胶液的现象。瘤饵可以造成黑木耳严重减产。从致病原因上看，瘤饵分为生理性瘤饵
和微生物病原性瘤儿。生理性瘤儿主要还是和棚中的温度、湿度等栽培条件有关。如果棚中各个时期的温湿度都控制的比较好，再出现瘤儿的情况可能就是线虫或细菌引起的微生物病原性瘤儿了。当发现瘤儿时要及时处理，先清除瘤儿，并在专业部门或技术人员指导下进行科学防治。为了确保黑木耳采收质量和产量，应掌握适当采收标准，确定适宜采收时间和采收方法。采收过早，黑木耳大小及重量达不到标准，影响黑木耳产量。采收过晚，不仅会影响黑木耳的品质以及色泽，而且也会降低产量。那么什么时候采收比较合适呢？黑木耳耳片长到3至5厘米，边缘内卷，有弹性，耳色转浅，由黑变褐，耳片舒展变软，肉质肥厚，耳根收缩变细，腹面已产生白色孢子粉，说明黑木耳已经成熟，应及时采收。新鲜湿润的黑木耳耳片滑腻，既不便于采摘，也不便于干制，这时可以停止喷水，等木耳半干或全干时再采收。全干后采收的黑木耳含水量少，容易晒干，不会形成耳片粘在一起的全耳，碎耳少，产量和品质都要比半干时采收高。如果全干后采收，在采收前要喷一次小水，让耳片吸水回潮后采收，否则容易弄碎耳片。采收时如果菌带上的多数耳片已经成熟，可一次性采完。如果耳片生长不齐，可采大留小，因为采收后黑木耳子实体仍是活的有机体，表面组织结构是机体的保护层，损伤耳片表皮会降低自身抵抗力，易感染病菌，造成腐烂变质。因此在黑木耳采收时动作要轻，避免损伤子实体。正确的采收方法是用手指将整朵或单片黑木耳连同耳基一起采下，这样采摘的黑木耳朵形完整。采摘时硬扯会把黑木耳撕成碎片，既降低等级又减少产量，且残留在基质上的耳根容易腐烂，影响耳芽再生。黑木耳栽培过程中每出一批耳称为一巢，每巢木耳成熟采收后指下一巢木耳再次发生的阶段称为转巢期。第一巢木耳全部采收完，开始转巢管理。转巢期间形成子实体的菌丝需要由生殖生长阶段转入营养生长阶段，待环境等条件满足时再由营养生长阶段转入生殖生长阶段，形成子实体。这段时间如果管理得好，可以有效缩短栽培周期，减轻病害危害，降低生产成本，提高种植效益。第一巢木耳采收后，将大棚的棚膜卷至棚顶，晒袋4到5天，然后再喷水。按照我们前面介绍的方法去管理，大约经过15到20天，就能采收第二巢木耳了。黑木耳大棚吊带立体栽培技术，经过多年的探索和实践，技术已经非常成熟了。这项技术不但具有丰产稳产的特点，同时又可降低成本，减少环境污染，是适合现代集约化生产的一项新技术。我们也希望越来越多的实用好技术能够得以推广，来助力我们的农业生产。好了，本期节目就是以上这些，非常感谢您的关注。如果您想查询栏目的更多内容或信息，可以登录农广天地的央视网官方网站。下期节目我们再会。